小东西刷了，刷纸了，说没有用，戴着手套吸，灌他，快点，快点吃饭，我操，快，快，快，我操，好，好猛，我操，我操，好猛啊！我操，第一名！我操！我们也挺惨。什么年代、啊？在北京砸法拉利，偷里边一包，他咋想的？就是抓住了吗？没抓住，没有用、啊。还没抓住。早没信儿了，这一般都没。损失了多少钱？车玻璃一万。然后包里的所有的卡什么的没啥，包里没有什么贵重物品，那包27000，没抓住，最主要是，这妈有点难受。炸毛了。这让他得手了，我这让他得手了，真的，我这让他得手了，以后肯定还会砸。嗯，可以的，没问题。我们现在多少积分，兄弟们？我们现在多少积分？开饭了，先吃饭，饿吧？不饿，不饿。我们现在多少积分？嗯，11。11可以来一个碳，有没有好哥哥？咱们凑九架飞机，来吧，凑九架飞机，咱们弄俩菜吃一吃，相当于犒劳我们下午拿第一了，可以吗？我说金币多少？金币我说错了，我们要吃饭，金币，哦，38，那够了。凑两架飞机吧，两架飞机，两架飞机可以吗？两架飞机就相当于犒劳我们下午了，可以吗？其他的没有。两架飞机行吗？今天有钻粉4倍。我要有核弹，我必须跟你分享。而且真的能称得上核弹。凑个40，咱弄4个菜直接吃了。今天下午女孩们都很努力。凑两架飞机不难吗，哥哥们？什么核弹？就是一些什么你们都看过的那种视频。让我们吃上4个菜。黑料。让我们吃上4个菜。我没有啥特别的。我靠，要有核弹，我牛逼了。吃顿好的，4个菜。什么级别算？4个菜。今天吃4个菜吧。什么级别？我觉得所有女主播视频都不算。打碟那都不算核弹啊！我们没有饭票什么的。21个了。C 的算核弹。C 的算核弹。你们坐哪里？21个更需要两架飞机了。扣180。啊哈！我们资金也不多，我们400多块钱。哇，才400多呀！才400多，人很有钱吗你、啊？我操了！新冠，跟着我真的太辛苦了。需要吗？才400多，摸够有钱、啊。摸够，三 C 的呀。感谢嘴硬哥3个月钻粉，感谢嘴硬哥，感谢嘴硬哥3个月钻粉，感谢嘴硬哥3个月钻粉，加六。38加6，44。感谢嘴硬哥3个月钻粉，感谢嘴硬哥3个月钻粉。我帮你拿，你这投降了，这是。你当我要傻吗？豆浆涨价了20。小莹，开个办卡充能。吃饭下来一份，一道菜。16乘以2，26 12，32，320张办卡。
操！320张慢卡，320张慢卡一个菜，有菜菜都在呢。320张慢卡一个菜。今天拿下冠军的队伍，肯定要打一波过去。22×16=12。感谢感谢感谢办卡，感谢办卡。那个鸡巴臭豆浆有点香。豆浆有点香。我说实话，三 C 必须全美化。对。我操，两 C 吗？余华。完了，都在说想吃想吃。兄弟们，别说了，咱们凑一个菜吧，就凑一个菜，咱们凑一个菜，320张慢卡，咱们凑一个菜行吗？能不能一起直播间一起凑一个菜？感谢七七哥，感谢七七哥的钻粉卡，感谢七七哥钻粉卡，一起凑一个菜。感谢毛不易的钻粉卡，感谢毛不易哥两张钻粉卡，怎么凑都行。感谢毛不易两张钻粉卡，我操！感谢 P 哥的九张慢卡，感谢0516大哥的紫水晶卡，感谢天一哥的办卡，感谢1613大哥的办卡。我操，旺财！一起凑张，感谢 CBQ 大哥的卡丁车，感谢 CBQ 大哥的卡丁车。感谢隔壁老王的办卡，感谢蜻蜓40673的办卡，感谢普通人就好的办卡，感谢328大哥的两张办卡。导播给我放个音乐，然后帮我统计一下办卡行吗？感谢魔哥的九张办卡，感谢魔哥的九张办卡，感谢魔哥的九张办卡。你帮我统计一下办卡，然后够了你在直播间说一声。谢谢拓跋的潘多拉魔盒，感谢鳕鱼留人的三张办卡，所有办卡都算一个卡丁车，一个卡丁一个卡丁车算九张办卡。感谢党羽哥的，感谢党羽哥18张办卡，穿越雨林开通钻粉，钻粉就是两架飞机32张办卡。我们就凑一个菜，凑一个菜的话，我们相当于有三四个菜了。16张办卡是一架飞机吗？感谢坏宝贝的办卡。哇，谢谢骑士，谢谢一尾蓝开通的骑士，姑姑直接加2分，导播。感谢再遇见纸飞机大哥的办卡，飞机就16张办卡。导播，我们就凑一个菜，够了你告诉我们好吧？够了你跟我们说，我们就凑一个菜，就一个菜。兄弟们，办卡一人几张办卡可以上一张啊！感谢杭州皇帝的两张，谢谢天意难违，谢谢天意难违的提示。因为今天是那个，今天是钻粉4倍，兄弟们，别的不说了，就凑一个菜，一个菜不多吧。感谢一心上上0516的飞机，感谢 CLASSIC 的办卡，就20，我们现在贵了。20，我们凑，现在贵了，对，多少钱一盘？20一盘，涨价了。感谢普朗凡的两张办卡，我靠，还有哪个大哥的办卡？我靠，过去了。
感谢雨过天晴的办卡，感谢 Flower 的办卡。回到屋子支持一下，谢谢，感谢。感觉，兄弟，咱们就凑一个菜，就凑一个菜。兄弟，今天下午我表现可能很不好，但是女孩子们表现很好。对，我们今天就印象了。算了一下，我们今天总共是三个项目，第一个项目和第三个项目我们都没有拿分，第二个项目拿了15分。对，那全是第二个项目个人分，你全程没进。第一个项目、第三个项目都是因为有你在，所以我们一分都没拿到。还差多少张办卡，兄弟们？还差多少张办卡？感谢小别的办卡，感谢小别的山水初逢。感谢吴老师的红感叹号，感谢吴老师的红感叹号，谢谢。那个导播，你看我们够了就我们够了就给我们说一声啊，我们够了就给我们说一声。我们应该还差多少？两盘吧。两盘，我们有三盘，我们现在在凑第三盘。凑第三个菜。好，差。凑第三个菜。能统计过来，能统计过来。我们直播间的哥哥们也可以，点两首，来几首，来几首。还差五架飞机，就差五架飞机了，就差五架飞机。五架飞机是多少张漫卡？五架飞机，90张漫卡，90张漫卡，兄弟们。90张了，感谢小阿驴。上去拿些外套。可以可以，兄弟，90张漫卡，出啊！还差90张漫卡，兄弟，90张漫卡，90张漫卡不多，再加个菜，加个菜。90张漫卡，90张漫卡。主要是我们也拿个冠军也不容易，抬一手90张漫卡，兄弟，出手不了了，出手不了，我已经没劲了。感谢，我操，过去了，感谢这。拉面吗？拉还是炸酱面啊？和两张漫卡，感谢红色感叹号。好，还差四架飞机，60张漫卡，还差60张漫卡。直播间这么多人，够了。感谢甜甜圈的9张漫卡，感谢并不帅的于波波开通的3个月钻粉。够了。感谢。够了。谢谢，够了，刚刚够，正好够了，感谢，够了，够了，谢谢，加菜。你有钱吗？有，我看看。哎呦，你的，有，你看。37块，不止，导播还没加上。你可以买2道菜，20块钱一道菜。我知道，我们现在要拿3盘。我等。没事，你想来不及看，我等。我有耐心。哎。啊，多少了？有。多少？现在60多一点。对呀、啊，拿3盘嘛。3盘。10块钱我出吧。我们肯定有的呀。十五块。青西瓜。哇，这个是什么呀？烤鸭吧。我操，这个看着不错啊，这个看着不错。什么？这烤鸭最后一份了。最后一份了，兄弟们，烤鸭最后一份了。然后再来个虾。没毛病，再来个虾、啊，拿一个是吧？拿一个了，还剩2个。
还剩两个，还剩哪个？有没有钱啊？有啊，上票。那拿个发票是吧？好，可以。我再拿个虾，还剩一个。好。谢谢我天意南回刚刚给我砸的小画家，然后中午有一个平台没加上去，我这有十四分了。啊，最后一个你挑吧，最后一个你挑，最后一个你挑吧。我们再挑一个。嗯嗯。再挑一个，哎，你们想吃这个吗？嗯Okay. 我们拿了两个，还差一个，还差一个，还有啥呀？这是啥呀？我拿这个吧。那个是啥呀？嗯，这是什么？这个吉米，我也不知道了。哦，我们现在有82了，我可以再拿两个，可以，对吧？嗯，那你拿着这个，好，全花完吧，不花也不。再拿什么？那个是啥呀？那我也不知道。别问是什么，直接拿。我们够了，清了啊。80。清，给我们剩2分。清了清了，嗯，来清了清了，来，谢谢我潘达刚刚的飞机，感谢潘达，来成吃的，好，我来拍个照。哎，是不是还要买饮料啊？还是说有汤啊？有汤啊，有汤，汤在哪儿？我们要个汤吧。有啊，汤吗？嗯，弄个汤吧，别喝饮料了，弄个。我操，这个衣服怎么一双眼熟啊？你把我的军，这不是这个衣服也给我拿走了，还穿我这个衣服？哦，对对对，我的我叫那个鹅宝拿。你就想让我冻死？我他妈衣服全在你那儿。在这里。没事，你先冻着。OK OK。你先冻着。来，过来多来点肉吧。肥肉可以来点肥肉。行，看筷子在哪儿啊？筷子在。我觉得雷神跟我一样。行，好了。米饭的话随便来一点吧，我吃不了太多。OK。你有两个盒子，要你管。哟，你看到我床头那个有地上有个军绿色的衣服没有？床头，你打了吗？地上，哎，对，打不起。拿下来。嗯，好。哦，对了，给肉打饭。好。地上。地上啥？豆浆。妈的，地上。坏人。哇，这顿吃的真好。嗯。这顿吃的真好。手机还没找到。我要找拖鞋。那双鞋子在哪里？可以啊。第二双鞋。这是什么？牛蹄筋，特别好吃。哎呀，姑姑，我没拿那个筷子，姑姑啊。我去拿。哎，姑姑刚好过来。嗯，你拿桌椅子。啊。大冰箱的。过来。嗯，马上照顾我这么着。哈密瓜，黄西瓜。坐了，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伙食是最好的。对，这么多。今天是宝贝没有拿筷子。哦，好，拿三双就在那里。能把那个菜放到那里？干什么？来，真的是。肉呢？肉
谁手机在响？喂？妈妈，等一下下。二嫂说等一下他就下来。你们爸爸把饭打好的。来来来来来来。我没搞 CP 啊，搞什么 CP 啊？你们看到大舅哥，你们就觉得是 CP。记得我被拽一下，别照大舅哥了，他这张脸太大了，真的是光照他。他只是我们的工具人而已，他脸太大了，挡镜头。就拍我们。我是为什么还没下来呀？若给他打电话了没有啊？不是你们先看他的脸看不腻吗？快下来，快下来。以后叫他多拍拍我们。快下来，快下来，吃饭了，吃饭了。老给他那大脸拍。你帅吗？看不腻吗？有我们好看吗？对呀、啊，你们性取向是不是有问题啊？嗯。他们说最讨厌女人了。嗯要不是今天你们的白毛女人，要不是白毛女人，我们说不定还能赢。虽然我们现在也赢了，太好了，他没时间。太好了，女人有事要忙了。我丢了双拖鞋，我很难过、啊。什么叫做我？这是真美，我有点针对啊。谢谢，谢谢特发的100张留言卡，大气。这个留言卡是什么呀？真有钱。留言卡是什么呀？谢谢，谢谢拓跋。哎呀！我反而可以拿免费的西瓜，我帮我拿好多个西瓜。谁？应该没有免费的西瓜吧？谁给你拿好多西瓜？感谢拓跋。拿免费的西瓜。超级留言户加油！谢谢。我想吃西瓜。谢谢谢谢我南维的小画家，哇！天意南维在我这边砸了快300的小画家了，出了300多的小画家出了一个。我们家有没有试试的呀？我的小画家有一点点小黑，有一点点小黑。哎，对了，刚刚直播间的回放你没有看吗？应该还是我们这一队还挺厉害的那个，我们看。好像我们没有。那、啊、我们有没有钱买西瓜？嗯，现在不知道西瓜多少钱呀、啊？豆浆，豆浆，豆浆西瓜多少钱？转盘转的。西瓜买还买不了呗？如果你要买的话，20块钱一份。一份多少块、啊？1块呀、啊。有点亏了，10块钱吧，10块钱一份。一份多少个、啊？一份就是一份喽、哦。一份就一块。上次转盘转到了一个，然后他给我的也是一块。他们为什么那么多西瓜？他们转盘转的。今天全程陪伴，好，你刚把红包看完牛批，谢谢拓跋，感谢这么有钱，谢谢天意难为，谢谢。重点是海泉赚的是那个西瓜，这个日本的不好吃，厨房随便拿，他们都有超广守着的，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呀。大舅哥去打这是烤香蕉，炸香蕉，哦对，炸香蕉。好香蕉，三个飞机转一下，今天晚上争取拿到分数。其实我今天真的已经精疲力尽，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把 GDP 交给他们嘛，把赚 GDP 的机会交给其他人嘛。主要是我对白猫真没信心。在 GDP 的这一块，我对白猫真没信心。二嫂刚刚说了，她说她晚一点下来，叫我们帮她把菜打好，她一会儿就下来了。对。估计太累了，想要躺一会儿。所以说，我们今天只要努力能拿到第一名积分，我们就可以
不用打 PK 了。啊，我忘了我们第一名是什么？什么叫看不起啊？你看你们，就是不是？白毛昨天信誓旦旦的说在哪里啊？在我这。他信誓旦旦说在这边。他信誓旦旦说，我点点给你们拿币。你们直接关门。然后他跟别的男，他跟别的男主播比啊。还有人体老师直播间，那确实是优势没有那么明显。什么优势？节目还有几天，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今天我们要顶住，今天我们六个队要淘汰四个人，四个人分别要从每一个队里面淘汰一个人。今天只有两个队可以不用淘汰人，第一个队是积分第一的队，第二个队是 PK 第一的队。除此以外，每个队要淘汰一个人，强行淘汰，没有选择。所以这些天人圈不吃亏，各个的小什么这是小什么玩意儿来着？山水书馆。山水书馆。哎，你别骂了，嗯，哎呀，干啥呢？别干嘛呢？节目期间禁止给我摸摸嘎嘎。我们这不是要鼓励。节目期间禁止给我摸摸嘎嘎。禁止给我爱的鼓励啊！快来。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今天过来，我来绕车子。谢谢 vlog 啊，就是我们今天一共，我们今天要淘汰四个队友，对，不是，就是要淘汰四个学员，嗯，然后这四个学员分别从四个队里面抽出，嗯，他们说厨房可以免费领西瓜，985都拿了好多啊，晚上还有赚的，晚上还有得分游戏，所以说晚上这个非常重要，他考虑到就是我们能否。就是保留我们的原班人马。我希望咱们站上领奖台的时候是人都是齐的。嗯，所以靠我们肩膀。可以少了小毛，但是我们四个女生。对，不能少了，不能少了我们任何一个人。所以说我们当中少任何一个人，我是你的我，我6512双拳要喷死你。不是，你们把宇哥的海报带上，到时候领奖的时候我们都要带上。哦，对，把海报带上。把宇哥的海报带着。对，你们太搞笑了。真的，6512精神永存，就是带着6512女嘉宾一起出征的，因为我们这个是我们宇哥精心挑选的，他打了十几万块钱，打了十几万人民币，组建了我们这个，然后组建了这个队，真的是最强战队，真的是组建最强战队，因为宇哥有优先选择权的，对吧？他花了十几万打了这个队，然后有优先选择权，选了我们，到时候海报把我们组到一块儿，所以咱们一定要拿下第一。所以说今天要么积分第一，要么 PK 第一。毛哥有压力吗？我觉得那个 PK 第一可能，我们尽量积分第一吧。嗯，积分第一，积分第一，积分第一吧。PK 第一，说实话有点难。说实话，晚上尤其是淘汰这么多，大家所有人都要上，大家都要上的，必须要上的。这真的是豪华战队，我说实话有点像银河战舰了。嗯，然后咱们可以留点钱，想要不消费点零食。有点银河战舰那味儿了。万元鱼翅，推荐位定制办卡，虚拟资源有 banner 50000，不一定几万资源。我记得了。什么钱啊？什么火箭呀、啊？什么全是你们的。不是来认识妹妹，谢谢天意难为。天意，我们这还不是豪华战舰吗？宇哥可以在直播间就是远程观看啊，看领奖啊。我们现在都有点想领奖的算了。低调点。第一天和今天的积分也算吗？算，就在最后的时候全是累加。OK。就在最后的时候要。OK。今天肉的表现非常不错。我还记得我们在那个之前的一个节目叫做《王牌舞技》当中，嗯，有一个主播他前面两天都是最后一名，最后两天变成第一名，就是他了。感谢女神。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很悬。我别聊这个事了，是。所以说很悬。所以说每一个项目都要努力。所以说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对。哎，我们黑屏了。没有，真的不能。
的调性，说不定明天我们就被反超了。对，还得保持12分的警惕。不过唯一的优势是整个人，如果今天我们能拿第一，那么明天他们每个队的人他们都会少很多，对于明天我们来说是个优势。对，真的很大很大。四个王者带一块黑铁什么意思啊？我有点不太懂。哪些是王者？不太懂，让白猫来看一看什么意思，讲解一下，给我们解读一下。就是。我打架可能不行，但我是诸葛亮。我操，他刚才他拔河的时候，我拔河可从来没输过呢。我就这么说啊，咱们拔河虽然输了，但是咱们把小鱼给拖下水了，他们也淘汰了。因为耗时间耗得很长。对啊，他也淘汰了。但是你看，他不是三，他跟 K3玩拔，他根本拔不过，他跟五哥拔，他也拔不过。对，他还好。但是我们跟柯三八八，我们也还好吃。我们跟五个八，我们也八。哎，这个香蕉我们都吃了，是不是？你也吃了，那就白妈妈吃。我不吃，我不吃，我不爱吃香蕉。好，那我吃。你爱吃香蕉，我爱吃。那你吃吧。怎么了？香蕉招你惹你了？没事啊，我觉得挺好的。林林这就是个老色批。你他妈，你我什么都没有，他自己在想。谁是老色批？队长，你为什么走的时候不把我们的东西拿下？我的鞋子被落在了沙滩上。你鞋子，我知道你什么鞋子吗？人家手机都丢了。你为什么不认真观察我们身上有什么东西？那是人家队长的，那是人家队长的责任，那是人家队长的失误。我觉得你作为人家都带了两个人来，可以把东西交给他。你一个人来。下次活动，我找个两米的。这应该是个腿。我找个两米的，我操！练体育的，弄死他们。这是什么？筋啊？筋吗？哎，豆腐腿。这样看还可以啊。对。今天是最好的，你瞎吃不？我饿了。小老虎啥？嗯。吃吃。我们吃过了。啥呀？给你一点鼓励。可以。哎，我发现我们夹饭都成功了，都怪你。你干啥呀？我吐他脸上了。啥呀？你把饭往人脸上喷？没事，你想给人请教你就直接说，也不用先喷了人家再说掉，没关系。你演的有点过了。我演了。你想包住你就说啊。这两闹。我不想包住你。你们走。你在说狗吧。你在说什么？你想想这个汤，我就不想吃。哎呦，打了一把。我那吃好多。我都没怎么打肉。哦，这里面有鱼肉，你尝一下。不是那个拔火，我们怎么样也不太好动。我们体力是有悬殊的，主要是毛哥体力跟徐皇的体力就摆在那里了。如果纯让女孩子拔。哎呀，那男教官呢？那女孩子咋不就好了？我们这个活动已经过去了。社里还是真需要，咱们不需要了。对，晚上的话，不给你憋吃了。我在外面不想熟的人，我都是很高冷的。是吧？我只跟我想熟的人熟。可以。不想熟的人跟我话都没有机会说。没有必要和所有人都熟。对。很累。看香香啊，你找我都不回答消息的。那把伤给伤了吧，有什么用啊？就跟那舔狗一样。
给我发信息，打视频，看我聊你吗？你知道峨眉唐朝还挺能说，唐不了一点。峨眉这种不是我能拿捏得了。苏哥，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呢？沙克奥尼尔知道吗？谁说的？峨妹妹可想尝爱情的苦了。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吗？峨妹，你说，我谈恋爱我会告诉你吗？我没有在你面前展现我小女人一面，是因为，哼，你不配。你想当的那个人是因为你不配。苏苏在我谈恋爱的时候可软了，可小女人，在我喜欢的男孩子面前，我可是连瓶矿泉水都拿不动呢。对，刚刚我们的俏姐说，你别装了，一瓶矿泉水给你拿不动。我拧不开。你拧不开，我操！你拧不开。你拧不开，赢了我。谁信啊？我操！没想到，我操，没想到。你们是不是还有钱呀、啊？还有十一块啊，还有两块钱。两块钱？嗯、我应该还有钱吧？都统一起。要不然买菜吧、啊。那我们还有可乐吗？哦，有，我们房间有，房间还有。有了不喝可乐的，我有想喝可乐。我也想。你还有多少钱？你想喝？你怎么不让大家就是凑一凑呢？我们喝一瓶。我真不是男孩子性格，我真拧不下来。我们只是什么？我们是把生活和工作分得很细化。我们是那种在生活当中该柔弱的时候柔弱，该女人的时候女人，上了战场，柔弱给谁看？柔弱送人头吗？对啊，我们只有在战场上。跟同事们在一起的时候，平时我们也可茶了呢。平时我们就是茶艺姐妹。对，我们生活当中哈，脱去我们工作的这一面外衣，我们就是茶艺大师。哦，别，我还以为你说我们脱了这个外衣，我们就是舔狗，想舔你我们就舔，不想舔你再舔别人。当舔狗可真快乐，当舔狗就是我想舔他的时候舔，我不想舔他的时候舔别人去。我好想当你的舔狗啊，毛哥！我承受不起。毛哥摇了摇，笑死我了！你别这样嘛，你天天长甜甜的恋爱，偶尔也要尝点火辣的呀。导播看一下我直播间的金币。火辣的味道一下不好吃啊，没有肉啊，反正天天吃素的不好，还是要偶尔吃点肉。哎，这还有一盘，拿一下，来把这个盘子吃吗？吃，偶尔吃点肉，承受不起，你都营养不良了，你看你那么虚，你肉吃什么？我说实话，咱俩要是一v一 battle， 我可能还真打不过你。他哎，你今天靠个打怎么样？没打、啊，我们两个不让打。我才不要跟浩哥打了，我才不要跟他们男人打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才不要跟毛哥以外的男人打架呢。不是，我才不要跟男人打了，因为这也不是工作上的需求，生活当中我根本就不会跟男生打打出手的。我觉得我是一个生活和工作分得非常开的人。西域那儿有一盒士力架。你知道为什么要把生活和工作分得特别开吗？因为我工作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是这一面，这样的话我私生活我再怎么骚，就算传出来了别人也不信。你很骚我信。你别这样我真信。是吗姑姑？你的小视频什么时候让我看看？分析是吧？你有没有什么小视频？你们不知道，我靠，不是吧？姑姑的，说实话，我比其他人更有兴趣看一下。啊，你没兴趣看我小视频吗？我操，姑姑的确实有点，主要是想象不到啥样儿，我呢。所以说，姑姑小视频，所以说，私生活当中我再少。
骚，别人说车里面听着都不会信的。不过李小视频就这样子的，这个。妈妈，你能不知道？这是今天。你们要怕打伤你们，对，怕打伤你们了。你们想看结果，可以去别的直播间看一下别的镜头。这个镜头就看不了，我们先去观察一下，看一下有不在，看一下别的镜头。浩克，浩克也不在，他们去打了小鱼，白毛也去打了，加入战斗了。没有。那节目，妈的，豆浆吃个饭都吃不安生，豆浆太难了。这个豆浆好难，心疼豆浆。都被你抢了，直接是。姑姑就是个男人，你知道吗？很多人说姑姑是个男人，但是我心里一直觉得有一点，我只需要在一个男人面前做女人就可以了。对呀、啊，我为什么要在你面前当女人呢？我又不是你的女人。我只需要在一个男人面前做女人就可以了。真同。在其他人眼中是什么样，还真的没什么关系，还真的是这样。其实我谈恋爱可娘了。我连那个早上起床都要男朋友抱抱我才能起。我也是。然后晚上睡觉必须要亲亲才能睡。我也是。阿嫂都已经吃的差不多了，盘子都空了，夹什么菜呀、啊，兄弟？真想你。我就是那种在家里。就是平时出门都非要亲了之后才能走。对，就是分开前必须要亲一下才能走。你不亲是吧？你不许走。我睡觉都是要抱着才能睡。对，兄弟们，我们骚吗？谢谢大我一生的办卡，谢谢。你可女人了。他说你俩吃菜吃醉了。我也觉得你俩吃菜。没有，这个汤是酒吗？哎呀，笑死我了。你是不是好多那种制服？真的？说实话，我感觉好姑娘家里肯定很多制服，那种情趣的什么的。我跟你说，老师呢？我感觉你应该是一件都没有。你也老多，你看那个小粉色蕾丝，小裤衩。你五分了，别看。怎么了？我说你不服？你还真的？这个鱼汤的度数有点高。姑姑肯定是没有，姑姑是100%没有。怎么可能？那油也不会给你看啊。我不看，就是我估计是应该是没有。油我也不听直播间说呀，万一大哥不想要呢？啊？你的大哥口味有点奇特。我怎么这么无聊？不如摸摸自己。谁的？哎呀，笑死我了！这是谁的？你点个屁！要我来酷酷的耍一个。我想喝水。你们还有多少钱？我现在有多少钱？2块。哎，我2块，还差6块。昨天节目组欠我6块，真的。真的吗？昨天我有6块给他们了，然后他没给我给东西。那直接给他们加上去啊。真的吗？真的。吃好了吗？吃好了。再看。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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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也不给。这个叫做神秘感。确实。都在斗智斗勇，有啥好斗的？一天天的，一个士力架，妈的，两个加起来80岁的老头了，70多的老头了，为了两盒士力架跑来跑去，气喘吁吁的。就两个士力架？对呀、啊，他妈俩这，俩70岁的老头了，搁那儿。你们要想让我去，我也去。三个加起来100岁的，100多岁的老头，去争俩士力架。庆幸我还把它转粉儿。哎，我们现在是够了呀。够了吗？两个转粉，加好几个东西，把东西抬起来，我就不吃了。让我去，让我下午飞行，后山50个鸡蛋怎么给他们吃？是50个吧？豆浆人麻了。口渴了，现在12了，这么贵？涨价了！兄弟们，不是，真不好弄，太贵了。6，哎，那还差两分。还差两分，然后呢？都够了。差两个分值。然后呢？这边够可乐了。兄弟们，能不能来一个钻粉？今天钻粉4倍，有没有哪个哥哥给小毛个面子，来个钻粉？能不能来一个钻粉？钻粉都买不起，变成抢了。我去看看。没弄，没有。他不给，昨天的6块飞给我3个面包。没事没事。我给我女嘉宾买3果冻。来，王哥20记得扣一下啊。3个果冻。别着急，多少钱？别，姐太贵了。你这样，你小卖部快关门了，你也快倒闭了，我们也快关，对吧？倒闭无所谓，我赚够了。咱们就格局拉满，20，咱砍每斤砍我点15，我又再买点。我赔钱。少一个段子。格局。少一个段子。我少2架飞机，不够。20，欢迎四弟哥。23个，我们这就这样一个。你要这样便宜的话，我到时候还偷你们。涨价了。我全部打包带走。我有15块钱。你看看我。不，我有20块钱。好，我给你看一眼。王哥，你这到底要不要？这个多少钱？王哥，你到底要不要？我有分。谢谢志哥，感谢志哥的一个月的钻粉，能不能加2分？再加2分，18行吧。感谢老汉哥天空之城，就他妈30，有钱放着来。哦，来，这有多少钱？你要几个？3个。果冻多少钱？就俩了，卖完。就俩了，不行。王哥，你偷家了？什么偷家了？你看他不，加粉啊。这下我偷了，先等一会儿。感谢老汉和天空之城，谢谢老哥。我操，我们谁？赶紧走，就俩了。我们浑水摸不了鱼啊，那么远。破，过来。谢老汉哥，谢老汉哥。看着你们老大，我去给你们捏块儿块。我操！是的，是的，是的。哎呀，星空。AD 干6块，给你把行李。AD 干12，你就6块。感谢。大硬汉子的办卡，谢谢兄弟。老哥刚刚在哪里？什么？大家哥，你有几块？加起来一起凑个买。我这你刚刚去哪里了呀？有几块？王哥，你他妈还想诬陷我？操！诬陷你？有几块？我6块。我们也有5、6块，一起来凑一下买一块。什么？什么？三哥是吗？不是三，我刚才没加入。30，给我10啊！扣完30还是？我操！你真的不是他拿的吗？不是他，你不是说他拿的吗？哎，还有刚才人都没在，我上去啊，这个东西没了。薯片多少钱一个？薯片，15，俩，
以后也别什么三 C 不三 C 了，连这点信任都没有，我真的我退出了。就他一直不三，我退出三 C 了，兄弟们，我他妈一直跟带个女孩，我一直跟女，亲眼看见的，我信我毛哥，我他妈一直跟女孩在这儿，我毛哥，我操这，我跟你说，太阴险了。感谢子哥哥虚伪的钻石粉丝，十块了啊，十块了，可乐多少钱？王哥说绝对是白毛吗？就是白毛的。操！王哥，那王哥都说是你拿的。那王哥说我就认，其他人说不行。我真没拿。王哥清醒了。吃好了吗？吃好了。Okay。哎，后山是什么？我也不知道。龙猫没钱了，龙猫没有钱了。休息白忙去了。啊，我们现在十一是吗？还差一架飞机，还差一架飞机。哦，感谢，感谢四哥哥的钻石粉丝。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就是刚才啊，我一直没看到毛哥。挺可爱。你看我上次到富士啊去看，毛都没了。十二了啊。毛都没了。大哥，你拿没拿？我没拿。你干啥？我花钱买的。啊，去拿去拿，直接买。在，听说一箱零食没了。哎，我是不是花钱买的？我花钱买的，我都是钱。今天是我拿的。小浩拿的吗？我拿什么？我厕所里面，我厕所。先这样，三 C 解决三 C 的，你先别问三哥。大哥，你拿没拿？我没拿，因为我一直在楼下，我都没上去过。说实话，是不是我说了，实话我没拿，真实了吧？如果我拿了，我他妈退出三 C。真皮，我操！信不信任？因为连这点信任都没有，我这真的我就直接退出了，这点信任都没有。我跟你说，这俩逼。首先，我声明一下。我在房间里面，我上厕所，然后我进去过门看，我是把靠，别让我表情，拿出来吧，表情见证有味儿，我可以分一下给你。不是，你听我讲啊，大家一起努力的，我们楼上楼下跑这么多趟，兄弟们，我拿了吗？就拿了点点东西，我都没去啊。然后你跟着一起，我们把这藏了。我换过了，换过了，兄弟们。信任，对，余华也没说不分，没对，我就是说信任。然后我看到毛哥一直没在，你知道吗？先不要纠结毛的问题，啊、拿出来大家现在分了。我没拿，我真没拿。王哥能不能隔一档？我真没拿呀、啊！我怎么可能拿嘛？王哥，这点信任就没了吗？我说王哥，说实话，我们也不差那点东西。啊，这点信任就没了吗？我倒是想拿，我们差呀，我们没钱啊。没拿，没拿。要不我看他刚刷的天空镜，要不我也不能买啊。没拿呀，真没拿。如果小霍去拿，不可能让三娃拿镜头。对啊，太明显了。对，快八点了，快八点了。你刚才把他一整箱搬过来。这样吧，就每个直播间弹幕来说一下，你们觉得谁是凶手？好，我觉得可以吧。我直播间就说白毛是凶手。可以，没你们看。我这边说白毛是凶手。这么你们觉得谁是凶手？我这边没有白毛。你们这边全是黑三文。你们觉得谁是凶手？不是 ，GSA 黑三文呢？没有信任了是吧？严查白毛。但白毛够狠的，他说退出三 C。如果是他的话，这很严重，真的很严重。那我们都没拿，那就只有一个人了。毛哥，他肖哥一人跟我们在一起。全部心理啊，所有经验。我一直没动过，拿什么呀？你看，如果是我拿了，弹幕不会是这样。你想，如果我拿了，我会下来跟你们说东西不见了吗？哎，有可能啊。贼喊说的，你怎么知道东西不见了？我藏我屋里了，就我藏的时候，黑三娃知道。对，我们一起的嘛。我就扔柜子里了。我上次打开柜子没了。你为什么去打开柜子？为什么打？我看到你没在。你怎么进去？我没在，关你打开柜子有什么关系？我没锁门。不是不是，我不是你个逼，我操！我没法锁，我没有钥匙。不是，这不重要，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不在，你打开柜子和我不在有啥关系？我去看一下你有没有反野啊？哎，你管我反不反野干嘛呀？我参与别的，我也要。不是你管我，关我什么事？我一直在那坐着，你到时候你去打开柜子，怪我。这点我可以证明啊。我刚才上厕所，但是我拿的手机在看我们直播，我证明三哥没有了。你能证明三哥吗？我证明。你俩证明这怎么证明？有一个问题，你门没锁，超管拿完以后，黑三娃有没有可能门没锁，都这样拿的了？等一下，你刚才说什么？会不会超管拿了以后？他还在飞起。黑三娃又进去拿了一看没了。妈的，是不是你让小王拿了？
我可能你看他小李我我能给你不是那你这句话是怎么能出来的呢掏管拿完黑三丸进去查看对掏管拿完又走了然后黑三丸又想过去拿去买去吧不熟我现在凭着我的感觉，除了毛是清白的，都有嫌疑。听到没？听到没？我跟你说，别什么三 C 了，你也没有上三什么谁？老子他妈给你东西，你他妈是没那我跟你说，你怀疑我，你就是错。王刚，他是没删错，但是小刘一直在上面没下来过。感谢叶三里，谢白队小伙，谢谢 H 哥续杯的钻粉，谢谢兄弟们，谢谢兄弟们。是不是？是理儿是这个理儿，但是我敢给小王哥，我还需要拿东西吗？我怎么拿了一桶士力架呀？我都不知道里面是啥，我也不知道，我也没看。对呀，是一块士力架。就现在很奇怪，就是你为什么要去开柜子？我为什么要去开柜子？对，一马，咱们一个一个说。对，你为什么要开柜子？你为什么要开柜子？就是因为你不在，我想去查看。我不在，为什么你要去开柜子呢？三哥，我问你，查看柜子的时候开没开始直播？开着的。全程在直播。拍着的。拍着的。啊、就是，直播拍着，柜子门打开，啊、看看没有。啊、我还把这边，我还以为我记错了，我操、啊！我把这边门打开看了你，都没有。谢谢年少续杯的钻粉，感谢年少，谢谢年少。我马上我跟你们说，我说东西没了，我操！小浩这时候在哪儿？我拉屎啊！拉屎在几楼拉屎？在三楼拉屎。你在三楼拉屎？301拉屎。301拉屎。要不要验 DNA？ 你确定在拉屎？我确定我在拉屎。等一下，等一下，豆浆来，来来。哎，怎么了？你现在就先坦诚的说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很关键啊。怎么说？就是小王哥东西，你们有没有拿走？我们开会，开会，开会，开会。你有没有拿走？你别说，你有没有拿回去？有没有拿回去没关系，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有没有拿回去？我豆浆啊、嗯，以我豆浆这两个字担保。拿回去没？我从来没进过小王哥房间。来吧，来吧，来吧，那这就这几个人了，就这几个人。那现在就不是官方拿的吗？排除官方了。对，我是记得黑三丸上去，他是想查看。嗯啊，导播把我们的直播，就是如果说不是小浩，不是小浩是这样，没用，你知道为什么吗？啊，因为你想拿一个东西，你可以完全不用直播间拍到，这个是没用的。但是黑三丸说他进了直播是这样啊，是这样，他全程就是开门，然后就是说他的这个手，他右手拿直播，他不可能这样咬住吧？他是这样，右手拿手机，左手然后去操控这一切，这左手完全的。这样吧，咱们先去你房间，先去你房间搜一下，好吧？没问题。走，那走，那你看看。应该是没有，嗯，这状态。黑三娃说他拍出来了，那应该是没有。摩哥，看你。我跟你说，余华，我真没想到你是一个这么背刺的人。我不是每次都背刺我。我不是背刺，咱们先上去看一眼。那还记不记得我们拿东西上去，他一直在，哎，这几个人，哎，老是在拿，哎，他动都不动。我是你真太背刺了。王哥还记得说他动都不动。走。如果说按照往常，他会不动吗？事出反常必有妖。对。走吧，我房间钥匙我都没有。啊对，我没关门，走吧，我没关门。他好像没有回他自己房间。走，对，这么查感觉没有什么意义啊。会不会是因为？有可能，因为我是拿着直播间的。毛哥他那个时候，我们拿东西上去的时候，他手机也没拿，他就穿了一个短裙。真没拿，是不是官方拿的？兄弟们，我一直都在哪儿，你们知道的。直播间反正你们一定是信任我的，我他妈一直都在这儿。他拿了，他肯定会说。他拿了，他不得秀一下？对，拿我。对。有一个镜头，我没看到白毛拿直播间站在楼梯口。对呀、啊，我们拿东西走的时候，他就站在那里，他还嘲笑。那个时候，小王哥的门都没开呢。然后我就下来之后我就再没上去过。栽赃不了一点，我在房间里面。全程没有人进来过我的房间，栽赃不了。官方说没拿，肯定在妹妹房间。哎呀，余华呀、啊、余华，你真的是，我这几个妹妹都在这儿，你说哪个房间吗？他们四个在一个房间。白毛承认自己有一段时间没拿镜头是吧？你是不是有一段时间没拿镜头？我就问你是不是有一段时间没拿镜头？没啥好说的。这样吧，嗯，我看一眼你微信。啊？我微信？嗯。
我手机在那边呢。你说我打电话打了五分钟，那我是确实打电话去了。你怎么在这儿呢？我打电话打了五分钟。你要不要我抄你了？不是，你看，你先看。不是，我们不该看的不看，就是最就刚刚的，就今天的嘛，这昨天的信息。不要看，就刚刚。不该看的我们看，该看的我们一样不看，好吧？就这么多。不是他。中午发完了就没再发。黑三王，绝对黑三王。现在是晚上的。绝逼黑三王。我敢给你。不是，真不是我，真不是王哥，王哥真不是我。我刚才我一直在下面呢，我就全部都跟底下的。真不是我。那你呢？就咱俩赌个火箭呢，王哥，真不是我。王哥真不是我，信任，真不是我，信任，因为我直播间都知道我一直在干嘛，我都用退出三 C 保证了。你手别背着我，我直播不拍。说话，确实说话，你说话，连撤回那个消息都是一样的。说话，赌一个火箭，他妈信任我，小王哥，我操，我什么事我都想着你，我让你跟我上去一块儿去偷，我操，小王哥，说了，三 C 就不放了，不说了。我们有45了耶，快消费，是一袋东西是吗？那咱们去搜一下呗，找找。在这搜了不说没了吗？我扔房间了，我俩一起扔的。我俩一起扔了，我俩扔了。就是现在证据指向了那个东西最后出现在小王哥房间里面。哎，我扔完东西，我就下来买东西了，我就没再上去了。我们一起下来的。当我看到王哥不在，然后我就反来去看一下，就我打开，毛都没下雨，先生，请你付出消费。消费的他那个钻石六。肖哥人不见了，肖哥在那儿。是不是猫哥呢？我是怎么有猫哥吧？大猫呢？猫哥，你是不是去过小王哥房间？你是不是去我房间把视力架拿走吃了？没有啊，够了。猫哥，我就问最后一次。真没有。猫哥懵逼。我看到木呢，怎么了？我那有啊。有没有一种可能？嗯。小王哥把东西放自己房间里面藏起来了。给我分着呢，没有，小王哥放你房间以后就，哎，不对，你怀疑我呀？我扔完以后下来一直在买东西，我连个助理都没有。我就没再上过楼。我说实话，第一嫌疑人肯定是三哥。那第二嫌疑人你说是？我是有镜头。他确实是避免不了第一嫌疑人，对他一定是第一嫌疑人，他一定是第一嫌疑人。对，但是我有案发现场，第一个是他开。对吧，然后他下来给大家报案的。对，就我是发现。我知道你肯定是第一嫌疑人。我也是报案者。对啊，你肯定是第一嫌疑人。哎，多少次了？这个不是，这个不是。你确定翻的小王哥那个柜子是对的柜子吗？你别翻错柜子没了。两个柜子我都翻的，放在上面，就是放在上面。下面没翻吗？下面没放，我们一起去的嘛。啊、哦。他们说的还没任何人。太自然了，进错房间了。哎呦靠，手没劲儿，靠。王哥就住我们隔壁啊。对。把二人谢谢北北的两个雪人谢谢北北。对，我也是。其实。我就是没看到白毛啊，我去找。这个理由太牵强了，真的，这个理由太他妈牵强了。白毛一直在楼下坐着。对呀、啊，为啥就是？我知道没看到我去翻小王哥的柜子不符合逻辑啊。这样吧，啥也别说了，上楼。是真的不符合逻辑。是不是黑三娃看错柜子？
万一在，我说真的是不，真的是不符合逻辑。正在开会，还有人偷，官方绝对没拿，谁东西被偷了？我小王哥的那一段吃的，官方肯定没拿。我拿干嘛呀？你挣我十块钱。我让官方确定没拿。没拿。走，查。今天不查个水落石出，真的做不了了。真的。就要查到那段东西到底消失在谁房间了。其实，小浩，你在房间拉屎有没有证人？你其实也是有嫌疑，你有不在场的证据吗？实话，你要找我找证据，我真找不出来。对呀，你有没有不在拉屎旁边有没有证人在看着你拉？没有，就要查出谁。小浩也没有不在场的证据，女孩男孩都不知道。现在反正第一嫌疑人肯定是像还被人翻过，又被人翻了。这个柜子不开是打开的，又被人翻了。看到吧，这个我自己都从来没有开过。哎，这个柜子，然后我们的东西在这啊，没了吗？我看一下。而且我都不知道小王哥放柜子里了，我都不知道这东西。哎，操！你不是放在那个角落吗？我就往里扔，我他谁又你看着我扔？我操！谁又弄出来了？啊？我，你是扔在这里的？对，我就这么放着啊。然后咱俩搬了，怎么去这下面了？什么意思，三哥？啊？你终于啥？不用，我就直接我把门锁上，马上敲过来看，谁也进不来，不用。对呀。他们有钥匙啊？有什么啊？他们有钥匙。三娃，你把小顺他们没顺了，我操！这话还是王哥说的，说什么？王哥说，要不先看看这个血是不是丢没丢？哎呀，玩没干见的。我就说白毛绝对不会拿。哦，我就说他妈不是白毛。行，我知道了。这个柜子也被翻过。对，我们。下面明明就是摔到这个角落，对，就在这个角落，怎么去到这里来了？对，肯定有人动过。这样吧，新人一把，我这门锁不了，晚上大家分，这可以吧？我先保管是吧？你先保管吧，这行吧？行，让小刘保管，也别小刘保管，超管，你看保管，我无视他重点的，你看我。行，你先走，先走，别让超管拿了。没事，你们先走，我也替完床。对，反正晚上分就行了。小刘，你们先走，我有地方。在。没有，没赌。没赌。没赌，不用感谢，没赌。王哥，别，在后边吗？烂尾了，我操！正在激情分析呢。这个已经长出来了。有一说一，报假警的该出局。确实，真的，但是确实是犯地方了呀。我知道，但是你肯定是出局的。鹅鸭杀里面，你绝对是第一个出局的，因为你报假警了，你绝对报假警。怀疑了一圈，我操！王哥这玩儿溜啊，王哥。我就说毛哥绝对不会有的。谢谢你，谢谢你，信任。我都拿三 C 说事了，你还没有信任。不过毛哥，你来真的有嫌疑呢。我信任我毛哥，我也信任毛哥。全票打败黑三娃，怎么说？没毛病，我投一票。这开柜子没看到啊？怎么了？嗯，哎呦，叫一个。怎么了？刚才把猫和红牛混了。那是吗？放桌子上，别喝了。咱聊这还会，我很着急，口水也喝。哈哈哈！哈那位那是谁动了位置呢？应该是有谁拿了，然后我们在这里查，又放回去了。这么胆小？我突然对找到这里会卡，下次这里玩。怎么了？还有火炮，有一个，有可能是黑三娃藏的，他刚开始没有拍呀。不在身上，我一会儿给你。不是，你可以，为什么还要查啊？这里面呢？你说我去查那干嘛嘛？啊！
几个直播间水友懵逼了。我操！黑色玩意儿带点鸟笑稀了。我操！我操！我这东西忘了。我觉得豆浆可能拿了放了。他们最大赢家，王哥。最大输家，王哥。刚才已经分析好了。王哥，可以，够意思。刚才只有你信任我。啊，够意思，够意思。刚才只有你信任我。王哥，我也信任你们。哎，别说，真的，我知道怎么回事了。啊，这个绝对有问题。啊，谁？想推荐咱们三 C。我有什么问题？在下一步大棋，我操！知道我下什么大棋？要为什么他要翻？八百别浪费了，把阿基米发。我说，我练了这么久，就是为了和猫哥一起红牛人。看看我今天消费的不够味儿啊！不是我不消费，来一个。我们队员呢？我就八百到八斤面，不是咱们说吧？从这到这儿，我全给你。是不是？随便选。啥意思？小刘绝对不会拿，我要是小刘拿，我干嘛给小王哥呀？我分那么多时间，刘总藏好了，刘总。啥意思啊？这又减价了，这。上次，刘总感觉非常好，没你贵了，找不对了，这可不了，卖不出去了。不是红牛，红牛这么贵，我操！我操！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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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官。怎么在的裂的？撞柱上了。我们下个环节什么时候开始啊？八点半。通知女主播队员，八点半准时集合。OK， 我去通知一下。法院不给面子，法院呢？法院呢？我要不要处理？莫泽，看微信，看群里微信。哎，啥呀呢？八点半。还有十二分钟，后山是什么样的呀？不知道规则打听好了吗？没有。你能干啥？规则不帮我去打听打听。怎么只有三个人？哟啊，在下面吧，他刚没上来。啊，我们刚上面换衣服。啊，你看我们到时候让别人认不清我们。哎，我操！衣服一样，可以是吧？鞋都一样，差不多。然后来一个。移形换位。对，蛇形走。我们先，哎，我不知道。晚上的爬山有没有那个积分呢？肯定有啊，他说了有的，肯定有啊，所以说我才会担心啊。我要是要没有积分的话，我现在一点不担心，我们已经稳第一了。我操，那我们一定要拿第一啊，不然的话打 PK。后山到底是什么样的呀？他要是能放点什么蛇呀、猛兽之类的放在后山，我觉得要死吧，我他妈最害怕这些玩意儿了。啊，你这么大只。你都害怕，那别人会更害怕。我最害怕蛇，不是我最害怕的是蛇和老鼠，除了这两个我都还好。你不怕那种多角动物？一点点，但是比蛇比起来，我最害怕蛇。在后晚上有三分抢分，如果让第二名拿到了三分，姑，你知道谁是第二名吗？你知道谁是第二名吗？我现在忘记了，反正有一个是吴小肖，另外一个是哦，不是哦，对，小鱼跟浩克暂时领先，哎，是不是？我不知道，还有小王吗？哦，小王哥是最后。问问直播间应该知道。刚才说谁跟谁呀、啊？反正有两个第二名，你知道吗？两个第二名，我们要保证我们要拿，我们至少要保证我们拿一分。至少要拿第二，我们至少要拿第二。就是至少要拿一分。
拿一分的话，我们就可以13分了。那他们是9分。等一下，浩克和小豪，小肖。哦，来了来了来了，王哥跟小肖。我操，是王哥跟肖哥。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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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是浩哥跟肖哥。我们小肖和浩克，他这个顺序是错。我跟你说，他们。肖哥不会要开始背刺我们了吧？我们可是盟友啊！现在还讲什么盟友？我怕他们要想着先干掉我们，那别人也会干掉他呀。他不得把我们这个墙的保住吗？我觉得不会的，我觉得肖哥今天还是会暂时跟我们联盟的。但是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我不给他们让我们要不是我们争个第一，我们至少要拿一分。他们就算拿到第一，9+3，12分。我们只要再拿一分，我们就12分。至少是平局。我们至少打个平局，我们总分，我们最高的，我们至少要拿到一分。我们今天晚上，所以我们怎么样要保前三？哎，不是，如果我们拿不到前面，我们就帮另外几组。我们只要拿到一分就行了。我们尽力拿第一，我们尽力拿第一。自己都保不了自己，还帮别人呀？不是，就是如果咱们被淘汰了，或者是怎么样的，我们到时候劣势的话，剩下的我们也帮不了了呀。我们被淘汰了，我们还怎么帮别人呀？对呀、主要是不知道后山是什么样的活动，是把我们带到山上。如果王哥拿第一的话，大龙猫队就要淘汰了呀。不过以我们的实力，我们就拿第一就好了。争取拿第一就好了。我们肯定得拿第一呀！打 PK， 打 PK。我跟你说，争二宝，大龙猫队、小鱼队，他们两队才是更加激烈。哦，不对，小王哥跟那个大龙猫队才是更加激烈的竞争。他们，因为他们如果输了就铁淘汰，他们就铁淘汰。他们如果输了就铁必淘汰的，连打 PK 的机会都没有。打 PK 的机会就没有。所以说，我们只要努力拿一分，只要能努力拿到一分就好了。对，因为现在我们的体力都耗的差不多了，这每个人全身都很痛。嗯。但是你连你们都痛了，其他人会更痛。不呀，有些人没有尽全力。在山上应该不会是撕名牌，在山上不会是撕名牌的，因为大半夜的。大半夜，首先山上是没有什么。我觉得固定是要找什么东西。我也觉得可能是要找什么东西。然后以数量为多，肯定有一些线索，然后自己去拼线索。100%是找东西的，就是扔对找东西。跟野王一样，你要找东西拼。肯定是找东西的。嗯。找东西肯定的。因为后山不能搞那种什么很累的危险的危险的，因为毕竟都是女孩子，就是给个手电筒找就完事了，找出盒子啊。其实我们的压力好大呀。对啊，我觉得第一名的压力是最大的。第一名人家都想干掉我们，对，而且到我们也想保。但是如果我们先不尽量能稳住对方，我就害怕所有人先来干我，所以我们如果是找东西，没有谁干谁了。找东西就找就完事了，就不知道今天的规则。应该是找东西，按以前的游戏的话就是找东西。因为在首先是山上，再加上现在这个时候光线很暗，都外面都没有灯，他肯定不会搞一些竞技类的，竞技的很容易受伤。对，他一般如果这样的话，他就要分批，然后大家分散开，速度快一点，尽量去找更多的线索，然后再汇合一起，应该是这样子。那可以不要让队长参与这个环节吗？我觉得可以让 Rose 不参与， Rose 没有什么经验。不是，这个是必须都参与的，肯定都参与的呀。都参与的。我觉得找东西这一栏，他们有几个男生，我觉得好猛啊，上去就可以抢。但是如果是要厦门山上有蟒蛇，拿2分是稳赢，拿1分是平局。就拿1分有可能赢，都有可能赢。我们今天。你知道吗？我们今天这11分全靠第二局。对，第二局三个环节。真的，我们这11分全靠第二局。我们每个人，对，我们就是第一轮4个人，第二轮3个人，第三轮2个人。对，就最后坚持了最后一个。我的天哪，你知道我们这队有多猛了吗？真厉害。其实就是大家都很猛，大家都很想赢。很真的，如果你那把不是摆烂，你那把要是没有对，我们直接我跟你说，我就轻松点。我跟你说，我随便给个对手，我只要不是给那个运动员给我都觉得我有胜算。然后我们最后到第4局，我们4个人都在，我靠，到时候我就对呀、啊，这把随便爆吧。那如果到最后我们三个都在，每个人都加2分了，我操！对呀、啊，如果我们每个人这样的话，我们把分数拉开了，我们今天晚上其实没那么担心了。不，那豆浆也会调整，要让比赛有一些悬念的，放心吧。不管怎么样，节目组会在脑子里面进行想象一下，节目组一定会让晚上有悬念的。嗯，现在就很有悬念呀。对啊，现在就是他要的
那个场景啊，就算你们四个全进了，他也会把分儿拉得更大。有可能是找什么东西，然后再回到目的地。能不能让他们在后山扮鬼，像那个叫什么密室逃脱一样，在山上把自己吓死是吧？没事，我不怕。走吧，我们走，我们集合吧，准备集合了。几点了？还有五分钟，我们找一下肉丝一起。只能搞那种挑战力度大的，去吓其他的女生。对你不管怎么样，节目组会肯定会让有悬念的，要不然晚上没法比了，不用比了已经。我真的，哦，我手机要拿充电了。嗨。底下又干嘛呢？欧一呢？欧一呢？哎，咱们马上搞不了八十，你这最多算五十。不是这个不行，我不玩了，我这个亏本了，亏完了。我要去打开你，有本你跑来。格局打开，干最后一把吧。全场最后一把，全场最后一把。先换八十换八十。就我要赢了，再给我一个再锅，再给俩泡面。行吧，俩泡面不行，泡面二十五一碗。那你格局打开嘛，你就我们这也八十了，差十块钱嘛。最后一局了，对吧？放手一搏，好吧。等待他玩不过我。再给一个红牛呗。放手一搏吧。玩一波，别顾虑太多。这个四十二十五，十块再给来点吧。这个是八块嘛？哦，那少点啊。故意的摆好，放个大的行了吧 okay, 那你这别拿走了，你就放这吧，行吧？你小的给我们，小的你就放这，来，直接一把了。要不我拿走，要不你拿走。他已经没底气了。哥、啊，想好出什么了吗？没有。哥、啊，你再想想。哎，石头剪刀不赢东西啊？那如果输了呢？输了就没了。石头剪刀，拿来吧你！石头剪刀，还管一下？啊，等会儿，你想好了吗？想好了。石头剪刀，拿来吧你！不玩！啊！全都没有了。一招回到解放前。全都没有了。啊！什么意思？小龟啊！你赢了就有翻盖了，小龟翻盖了，小龟翻盖了。哎，我也想给你们玩。哎，这是最后一下，我操！错了，全场最后一把。哇！你刚刚玩没玩？我没玩。你为啥不玩？你玩呀！我们有东西给他抵押。抵押英语抵了。可以。是我们本来上面就有零食可以给他抵押，我们能拿零食换更多的。对，红牛喝了。最大输家还是猫。我们玩的。对，猫不玩了，猫都不玩了。大气大气大气！哎，就这一哆嗦，我是，我想知道这是谁带来的。我从泰国买的。啊？我从泰国买的。你买小黄哥干嘛？我给他了呀。过分了啊！真可惜了呢。要不要送给王哥？我送过了。这不可爱吗？不可爱吗？先放着，专辑了呢。来一会儿又来了，班长。猫都吃完了，行了，没有啊？看的人肉，好吃这个肉。赌狗确实很难。兄弟们，一起扣波二十四，我们节目开始了。一起扣波弹幕，我们最后的节目开始了。冷。来来，扣波弹幕，扣波弹幕，扣波弹幕。别让它降温呐。好，一点二四度还好。好。OK， 今天最后的节目，兄弟们，最后的节目，口袋都在里面，这口袋哪个是我的衣服？那个，这个给回你。怎么？来吧，最后一个活动，我们要开始了，来吧。
今晚有孤身吗？哎，我这个衣服说实话，你看这些脏的什么的，它都是做旧的，它并不是真的脏。过奖了，过奖了。想来给毛哥洗脑了。没有，他们现在分倒数第二。我说我们晚上一起努力一下，让他们队员把分搞一搞，就不要被淘汰。OK。他不都没有吗？是吧 ？OK。着急啊！准备开始，准备开始，准备开始，最后一个环节，最后一个环节。猫哥还是值得信任的吗？猫哥还是值得信任的。肖哥和宇哥是不是好兄弟啊？那肖哥应该也不会背刺我们啊。现在玩温度很低呀，有点低呀。我去哪了？不是，温度很低呀。不是，我想蹦。追风哥，追风哥。认真认真，肯定认真。我们每个游戏都在认真。我也好冷啊。那个需要。我们每一个游戏都在认真。需要呼吸护者的来，过来取装备，领取装备，几个人套。你们带上，你们带上。对，每个人都带上，来过来拿。你先说干嘛？啊，他可以保护拐杖啊。你先说干嘛？我们参与。一定要带上，一定要带。一定要，我男的也要带吗？要带。我操，大哥要干嘛呀？不带啊。我可以跑吗？今天你把我上面就。那天的。咦，你们不穿裤子，姑姑？嗯。姑姑，不穿了。我不换了，不换了，我们不换了。我们就拼第一就好了，我们拼第一就好了。我就拿护肘吧，我觉得，因为我不是这代表我感觉。逃离后山，逃离后山。不会有什么危险吗？看不出来。好热的，对，我也觉得。宿舍。躲猫猫啊！躲猫猫。上级通知我们干什么？哎呦，我腰好痛啊！跑不动，根本就跑不动啊！哎，小杰，来呼吸啊！来，这个我们的教官啊，助教督促一下，我们的队员把这个双具护具给穿上。穿越一片山啊！啊！现在大家都已经体力各方面都已经到极限了，只能说再来一次了。Rose 呢 ？Rose，Rose。OK， 都让你们强制性带上护具了。那你帮我拿一个。躲猫猫教官抓人，会吗？来，相互帮忙穿一下。你男生要穿吗？我不用穿，我这爷们儿，我不是男生。如果说谁背刺，一个的，每个人都要穿上啊，必须得穿上。好，啊，一个可以，好，可以，不会。兄弟们，哎，加油吧！只能这样了，咱们一家人，相亲相一家人，这一把的话，可以团结，信任。
可以，对对对，什么都别说了，一定千万别说，放心，台湾的话一万个心你懂的，放心，我懂，只有我们结合起来，没毛病，加油，加油，加油。啊来，帮我拿一下我的头，真是要躲猫猫，那我就有那个。你这衣服太白了，可拿我的。那躲猫猫看那么多白，我觉得应该不是躲猫猫，应该是怎么可能后上就找猫猫？六个人七个圈。万一丢了怎么办呢？对不对？万一丢呀。万一大家藏着，等下跑了都不知道跑哪里丢了。东西尽量都别带太多。桃李是不是在躲？还有最后两分钟时间。桃李教官的那个追击。两分钟之内把护具穿上。带了摔伤的，找什么东西？桃李呀，你想想，找东西。我觉得应该，我感觉听这名字就。哎，这个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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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换一个大，这个大不大呢？两个都是大的。我这个也挺大的，我这个也挺大的。教官必须带啊！所有人都必须带。后手要不要带？你最好带上，就能带的都带上，哪怕行动不便也没事。必须带，能带一下。带，你们先带一个，带好之后帮我拿下直播间，我带一下。都带上，安全是第一。他这个应该是，OK， 拉紧一点。每个人必须穿上呼吸护肘啊。等我教官会检查，没有穿的今天晚上不用参加活动了。OK， 强制性的必须得穿上。先穿。OK 了吗？拉紧一点，拉紧一点。你拉。哦，你们这拉紧一点。吃的了。鹅。小成鱼，小鱼成，小什么？小成鱼。我心里有数，兄弟们，我们不管别人了，我们只要拿第一就行了，跟别人没有关系。其实，这样，好像是那个平的在下面，对吧？我也不知道哎。咱互相带一下，互相带一下。是平的在下面。护肘都是湿的了。对。去看有没有干的。对，干就完事儿了，干就完事儿了，干就完事儿了。我知道，等他们穿完，你要都在穿，他们穿完我再穿。你先去拿，都去拿没了，全湿的。全湿的，湿的没事。你带好了吗？没有。你还差什么？我还差护肘。哦，你让他们互相带，互相带，互相带。没事，不穿了，不穿了。啊？你不带了？不带。会把衣服都湿了，没事，不带了吗？它是湿的。手套在哪？手套应该不湿。手套我这剪成两个不一样的。你会摔倒的，我真的不会摔倒的。手套在哪？手套在哪？都是湿的吧？全湿了。还有手套吗？我说实话，我想带一下，我带个呼吸吧。我湿就湿了，无所谓了。我得带一下，我得带一下。没找，哎，我再带。我没有这一只手的。没有，明天休息的时候。晚上站好。都没有了吗？左边的也没有了吗？那你找不到左边的。那我稍微老贵了。真的。499就可以了。499。3到8个。3到8个。放开它，让我来。哎，我有个照片。我知道，我知道。去收了吧。他们已经是这样了。我就开两个。
多了你看吧。导演，你的这个，到到我直播间刷个火箭。哎，你不好，你只要来刷，对吧？我来带兄弟们。可能一会儿就变丧尸。我现在我靠，丧尸，不敢说。速度快点。对，不会比你们。等会儿真有。好，咱拿来上。你先找。可以的。那个手套拿的怎么是左手呀？我根本就不是右手的，这有一个刷的，每个背来，他们要干嘛的？他修的，哎，这个又不是我大，也是不是在这？我是说他小的，我这个太大了，够不大的吗？那左手的，对，给他两个手，他两个手，他抓到。有没有左手的手套呀？没有，有可能。但是他们肯定，你都装手机吗？哦，你要装吗？我装手机。你等一下。错了一个手套。可以，太好了。太难错了，就还现在还多。护具，护膝护肘穿好了，来列队。还多了一只，我们没有那个，等会儿那个啥，我没有护肘，因为没有干的，快点，不要磨磨唧唧的，我带的都是湿的。走啊，都带好了吧？我没有带，那得帮我找，要不我的给你，要不我的，你也要参加呀？我也要带，哎，快点，教官整队，给你，抓紧时间，我再去找吧。你有什么？你什么没带？啊，我什么都带了，什么都带了啊 ？OK， 这动都动不了了，真的。我也没手套。你过去，哎，过来，你排，哎，你在前面还是后面？一队。那右手给我吧。拔叔。一、二、三。姑姑呢？姑姑去找东西了。集合。我在摔跤，别喊了，不喊我就摔不了。刘，现在好给你拿着吧。我操他妈！教官就我一个人带了，我真的麻了。我带了。没关系，男女都不会。原来为了防止摔跤，肯定有摔跤的环节，肯定摔水泥地上面，所以说行吧，我带。不用管别人。我这他妈两个左手，我就注意了。啊，两个左手吗？带肯定是好的。跳绳也是拿右手的。来来来。我得换。我操！有谁左手？无所谓，保障安全第一位。护膝检查一下，护膝，你护肘呢？哦，带护肘，护膝护肘，护膝护肘，护膝护膝护肘。OK， 你们齐全了。OK， 你们齐全了。我把手机给他吧，我把手机给他。没事，就算。没事，你拿着。你找个那个，你找个操管放哪儿？找个操管。放在前台。就算没摔，带了总比不带好，没毛病。我们这几个手机先放这儿呗。嗯。对吧？啥活动啊？集训。拉练。集训拉练，哎，里面，加油加油！今天我们不想淘汰人，我们明天全员冠军，绝对特别屌，是不是很冷啊？我也没带厚衣服。你没带厚衣服吗？还说不想穿啊？14了，没的。我们穿这个护膝护肘用了14分钟。好嘞，兄弟放心。我拿了一个手机，其他都那个了。这件衣服送你了，送你。带好了没有？护具。我把手机都放了。带好了没有？我拿的。哪个没带？哦，没事没事，集合。带好的队伍列队站好。我哥带好了没？带好了。没有了，找一下。护膝你必须带的，不然的话都不让你参加。他刚说了。护膝，妈妈，你都说了。没有，全是你。
泥无所谓的呀，我操，这时候还在乎泥湿了，我操。湿的，还要在乎湿不湿，我尼玛。你护膝也要带。嗯。我说这件衣服。你护膝要带。你在关心我吗？那你不干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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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尴尬呀，好尴尬，突然这个镜头来了，第一把。带完什么衣服是我是怕他等下受伤害了，等下我们又变成 A3。 主要不知道游戏的规则，现在很慌。对，我真的现在我们四个人都好慌，好紧张。坐着就是自己搞呗。慢慢好多人都结盟了。快张！我刚就坐在那自己弄。对，他们的约定。不知道规则怎么结盟的？什么意思？他们压力可大了。他们不管什么规则，他们就是结盟。我们压力可大了。真的，我们压力好大呀。但是我们不管娘娘吗？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只能信任自己的队友。对，就连大林在我面前，我也是要杀，杀，杀无赦。我们真的好紧张啊！说实话，我就像极了，就是在那个战场上面杀红眼的人，不是在战场上面。大林这个曾经的旧爱站在我的面前，我仍然会拔起刀刺向他。我告诉他，我会告诉他，就是家国在，儿女情长，儿女情长三个屁，四匹散灯吧，不要放。我们先定规则，看看到底是干什么。然后我们好制定战略。现在所有人都不知道什么规则。是啊，大林。啊，听一下，我们的教官。我们的队员应该洗头了，你几天没洗头了？这个我昨天洗的，你是傻呀你？我今天在沙滩上。好，我们有没有？赶紧现在拿下来。有。什么东西啊？啊，你留着。哎，还有哪个队员有拿手电筒的？拿过来，集中啊，统一集中。把手电筒拿出来。全部集中过来，拿过来，交过来。这里就一个妹妹，四个男生。手电筒。我操，他们不给手电筒的呀？给。没有，他们怎样？哎呦，还差两个。宝贝儿，你能把这个镜头？这只是，那你拿吧，太重了。哎，哪个队员拿手电筒的？这只是一个比喻，不是我们要干哪里，只是说。战场上无父子，只是说亲人，战场上只是说大林。就算你是曾经的最爱，在战场上我仍然会拿起刀刺向你。有我们要那个叫什么，各自为王，大义灭亲。不，我们这叫各司其职。要为了我们自己的胜利，我保自己，因为我们自己的保不了对大林。我们现在像极了什么？像极了曾经的那个，就是那个什么战国时期分开的江山。我们现在是各自为王，各司其职。就算是亲兄弟又怎么样？我仍然在战场上面也是拿刀剑最会计。好冷啊！开始，怎么会是天斗地边？那也不是，就是主要是我们的 PK 真的是可能是 PK 不过别人。抛开家国，我们仍然是酒肉兄弟，但是在战场上我们只能各自为敌。主要是我们太知道我们自己实力了。你说你们 PK 就是真的摸着心，我们觉得我们不行。真不行，那我们只能靠我们啊这一生的。能别打白毛的鼻子了吗？他再打他就要整一个，知道吗？我们现在上了战场，就算是大林站在我面前，我也会拿刀刺向他。先上，来，站好，走，各教官整队，一队，报数，一，yes， 二，三，四，报数，同队，来，准备好了，报告，人齐。今天晚上我们的宗旨就是你们四个保护好我。第四队，什么队有没有到齐？到齐。第五队有没有到齐？到齐。第六队到齐。差一个。到齐。
有啊，行，你说带带啥去？嗯。新人，这两个是不熟悉是吗？来，所有人向右看齐。你把这个带上。向右看齐。向右看齐，快！向右看齐，看哪里？你二队还在说笑。向前看，向右看齐，向前看，扎线，验。你他妈带个！还要弄一下军训，还要搞一下军训是吧？感觉你们不够紧张，啊，穿个护具，半个小时。穿个护具都不会穿。湿的。这是干嘛的吗？脏的。今天晚上有一个战斗。如果这是打仗，敌人会跟你说你没有穿护具，我不打你们，会不会？不会不会。执行力太差了，穿个护具半个小时。特种兵要求这么要求吗？啊，火凤凰标准这么低吗？你们还可以做得更好。这个速度还有待提高啊。向右看齐，向前看，这俩是坏的。扫线，列，同志们，现接上级通知，友军在8:30到达指定区域，我部将与友军会合，在303/3高地进行会合。9点之前到达指定区域，时间不多了。好，来，小心。这是今晚最后一个环节，也是今晚决定很多人，一些组一些女队员是否淘汰的环节。然后我再说一下，我嗓子也不好了，我就简单这种小声说，我就说一下今天的积分，今日积分排名，我再说一下。大舅哥战队11分，浩克小沙战队9分，小鱼战队7分，龙猫战队6分，小王哥战队5分。今晚的特别行动，我具体不说明什么，就是待会儿教官会带着我们进行更详细的说明。那我只说明结果，今晚的行动评出前三，第一名3分，第二名2分，最后名1分。所以说谁第一谁倒一到现在还不知道，我希望大家好好珍惜现在的机会。最后是这个机会决定了哪四组哪四位将会被我们送到厦门。由于是夜军行动啊，夜间巡军，所以说每个队每个组配发一个手电筒，我们队长拿着啊。手电筒没有经过教官的允许不允许打开，不要暴露自己的位置。你们是一个团队，你们其中任何一个人暴露自己的位置，敌人都可能有炮火来袭击，甚至有敌机。清楚了没有？清楚了。我没有让你们打开手电筒，不允许打开，保持黑夜静默。来，接队友向后转。来，教官走在前面，对，教官在队伍的最前面。来，右边两路齐步走。来，走右边两路走，后面两路跟上，依次列队。不要讲话，保持安静。手机进来。嗯，跟上，跟上，跟上，跑得快。我觉得是谁留在最后，谁就是获胜。
隐蔽隐蔽。是哪啊？我操！趴下趴下趴下！趴下！隐蔽隐蔽隐蔽！趴下！隐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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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趴下！咱们都在都看到队员呢。发开！发开！隐蔽隐蔽！快点过来！都走！隐蔽！双手抱头蹲下！抱头抱头抱头蹲下！抱头蹲下！蹲下！抱头！双手抱头蹲下！走！我操！我他妈！各位好！我他妈是个队员了！各位菜鸟们好！给我一个回应！各位菜鸟们好！来回应吗？不要再怼吗？我是奉命来剿灭你们火凤凰特军队的，但是我没有想到会这么的简单。现在我还不想要结束，给你们一个机会，可能是最后的一个机会。看到我身后这座山没有？看到没有？我要给你们玩个游戏，这个游戏叫猫捉老鼠。我是猫，你们是什么？老鼠。我要跟我嬉皮笑脸的，现在你们的生命在我的手上，我给你们这一次机会，希望所有人能珍惜。我在山上放置了几个装备武器，现在我要你们去找到它，然后回来向我报告。找到的可以存活，找不到的呢？找不到，你只能在我们的战俘营里面待着，明白？家家夫人，明白？你去保护肉。OK， 肉儿在哪？大点声，明白？明白。肉走丢了。给你们说说规则。听规则，听规则。我们只取三支队伍。三支队伍可以存活，找到所有的装备，找到所有的武器，向我们终点，由于我们的终点会放置一名什么？我们的信号员，找到他，并发射信号弹，那么你们就挑战成功，明白？明白。说话。如果挑战成功，明白，我会让你们离开。说话交给你，我们三个自己。还在说话？把嘴闭上。哦。把嘴闭上。再来一遍。现在给你们给你们一组出发时间为十秒钟，明白？明白。明白。还在动呢，不是要出发了吗？出发！肉！快走！肉肉肉！不要让我抓走！肉肉肉！如果让我抓走，后果很严重，后果很严重！不要让我逮到了！我们等等迟一点，先让他们上去了再听。不要追，不要追！我操！我！肉，肉。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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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快，哎呦没来了，我、哦、来了，想想他们，那算着了，肉，算着了，走，咱们出去。去哪边？我东西，我东西。没有，他们三个说自己去找了。一切皆有可能，有他们有手机，有手机，他们有手机，兄弟们，别操心了。为什么叫护士啊？谁受伤了？护士快！快快快快快！我带路，他在前面。受伤了，快！快！快！快追上，追上，追上！你们这些坏人，快！在前面，在前面！我去迎接护士，屁股痛还是腰痛？腰痛。腰痛，别动，别动，别动，先躺着，先躺着。能平躺着吗？现在能不能动？没事，别动，别动，别别动，别动。脚和手，脚和手能不能动？腰这里面麻了，腰麻，对，直接骨折。啊，那你腰又不要腰？这个后面的石头。
上面要。